时光倒流机。你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啊？不是说这几天会有月圆吗？我等啊等，等得我都生根发芽了，怎么月亮还没有圆呢？该死的老吹，竟然连人影都看不着！等我回去以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不行，身体可是斗争本钱，去找点东西吃。哎呀！香喷喷的荷包蛋，我来了！没事没事没事。住手！住手！傻瓜，住手！不，住口！你才住口呢！你们来了正好，快叫他停下来呀！你又在做什么坏事了？拜托，麻烦你看看清楚，我是受害者好不好？鸟蛋怎么看上去少了一颗？怎么可能少一颗啊？我还没有偷到呢。哦，偷鸟蛋！抓住你这个坏蛋！想抓住我，休想！快，小丑要跑了，别急，我早有准备。我做的机关厉害吧？笨蛋，他跑了。嘻嘻嘻嘻，等着瞧吧。小子，你一个人可不是我的对手，最好乖乖让开。喊什么喊？看招！中招了！我在上面，你们能怎么样？你真行，我老爸总用这方法叫我起床。里面没人，我们去那边找找看。吓我一跳，黑漆漆的也不开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真没礼貌，赶紧出去。你们胆子不小啊，小心我小心我饼干葫芦大王惩罚你们。我现在给班纳打电话让他来玩。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差点被他发现了。天旋地转，乾坤大挪移，时光倒流机。名字怎么这么长？名字长短不重要，能利用它将时间倒流，使小丑永远不能获得超能力才是重点。我
我可是花了重金才从未来岛买回来的。今晚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他的厉害。我苦等了这么多天，月亮终于圆了，干爹，快赐我超能力吧！哼，小丑，给我回去吧你！成功了！小丑去哪里了？回到过去了，笨蛋！这个情景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好像跟白天发生的一模一样啊！还真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啊！啊！为什么我会回到白天的这个时间点呢？小丑，快放下那颗鸟蛋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，真的是时光倒流的话，那这一条路上肯定布满了陷阱啊！班纳，快，小丑跑了！库玛，别放跑偷蛋贼！你快点给我让开！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干爹，请赐予我超能力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干爹，请赐予我超能力吧！用来，干爹，请赐予我。请放下鸟蛋，小丑！够了，闭嘴！你们都别过来啊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怎么办，班纳？路上的偷蛋贼，你听好了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下人质。队长错了，是鸟质。应该是蛋质才对，是蛋质。鸟质，蛋质。不管是什么质，放下就对了。我闭嘴，打死我也不会放开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新幻骑士团准备。嘿，怕了吧？人家太紧张了。拿把水枪就想吓唬住我。嘿嘿嘿，还是这招厉害。有话好好说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。干爹，我实在走不快啊，我马上就到山顶了，等我啊，干爹。双双啊，小丑怎么还没来？有点耐心。双双啊，为什么要把小丑送回过去啊？笨蛋，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样他就不能获得超能力，也没法跟我抢饭碗了。小声点，小心被小丑听见了。这怎么办才好呢？我已经听见了，原来一切都是你们几个搞的鬼，可我怎么收拾你们？不要啊！这里是哪里？我们被小丑时光倒流了。你们快走！那都是侏罗纪。
世界清静了，终于可以安心变身了。我准备好了，干爹，赐予我超能力吧！今天我将赐予你时光倒流的超能力。